OK， 看来我们下一份工作要回到朱比特工业区，替赫尔曼找到他需要的文件。说实话，我实在很不想再次靠近那个地方。对啊，那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不过，我们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我们迟早都要进到那里去调查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的地点，而且那里也有两个藏匿物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我想是时候了。对，好吧，出发前最后 check 一下。OK， 这么刚好，Nitro 破解了我们给他的那个黑盒子。OK， 先让我们去问问看。Hey there， 好吧 ，Nitro， 对，不要跟我说你又派人拿给我，然后让我错过了。对，这一次我要付多少钱？我会给你打一个折，只要1800。好吧，拿去。Stingray 4, come in. Come in, damn it. Stingray 4, do you read? Attention, Stingray Group. This is Stingray 1. The emergency evacuation position is B28. I repeat, B28. OK, hey, 显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需要这些记录，但是看你付出了这么多，我真希望它会有用。对。我们再看看。任务更新，撤离点抵达 B28， 任务完成。新任务 ：Pripyat 之路和向导谈谈。好吧，等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要继续前进前往 Pripyat 了吗？这比我预想之中的还要快。对啊。军方指定的集合点位于 Pripyat 内，找到前往 Pripyat 的路。然后还有 X8 实验室。OK， 话说，你那个帮你跑腿的醉汉，好像自从上一次你派他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你难道一点也不担心吗？对啊，如果你愿意付我一点钱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帮你找到的啊。Later。不过看起来你好像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了，你看起来完全无所谓。OK， 对，肚子有点饿，让我们吃点东西。吸血怪炖野猪肉。再来一根烟。OK， 对，我刚刚说到哪里？对对对，出发前 check 一下身上的装备，弹药 check 应该足够，然后防毒面具跟我们的 Stoker 制服看起来也是完好无缺。我们的 AK-74 Cobra 跟 SVD 看起来也在状况内。好吧，负重嘞，负重有点稍微超过。哈，我们可以丢掉什么东西吗？说实话，我应该不需要这么多手榴弹。让我们去卖掉一点。I'm listening, man. You're. OK， 留个5个就够了。Nice， 将我们将近身上有10万块卢布了。哦，然后 ，Oh my god，
医生 ，Seriously， 你是不是偷偷转行了？我们才几天不见而已，你就重新进了一大堆新货。我看你干脆从此转行当军火商好了，反正从来也没有什么病人会来这里。对啊 ，M24SWS 狙击武器系统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有 power。对。然后 SVD 对，哈哈哈，再来，他也有卖我最想要的 M14DMR， 51633。我现在真的有一股冲动，想要立刻把它买下来，你知道吗？对啊，我们现在其实钱是足够的，对，不过先忍住，对。我还是保持着信念，我会在特区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找到我想要的 DMR。我应该可以不需要花这么一大笔钱，我到现在还是这么纯真的相信着。请老天保佑我，拜托让我找到一把 DMR 可以用的。OK， 对，差点忘记，我们好像要和向导谈话。对，领航员，天气不错，不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太久吗？哈哈，我乐意为你服务。对，你可以带我去 Pripyat 吗？并不是说我现在想去，我只是好奇的问一下。Pripyat 不，我没有找到通往那里足够安全的路，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我有一个过去在朱比特工厂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朱比特工厂下有一条通往 Pripyat 的地下通道，他还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不过他已经开始到工厂的行政部门寻找那条通道了。OK， 是有没有这么刚好 ？Pripyat 工厂的行政大楼。刚好也是我们要替赫尔曼找到文件的地方。那边好像有枪声传过来。让我们去稍微凑个热闹。OK， 应该是地狱犬。那一群人不太确定是 Stoker 还是强盗，或是佣兵。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要不要出手帮忙。好吧，看来他们平安无事的解决了。OK， 根据我们的 PDA 显示，停车场好像有新发现的神器，只不过这个神器不知道为什么叫做头戴式探照灯，不太确定这个神器是真的叫这个名字还是显示错误。这器目前一点反应也没有，他是在耍我吗？OK， 让我们戴上我们的防毒面具，以防万一。
OK， 对，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感知到。这个科学家的探测机到底在搞什么鬼？好吧，再来，我们要继续往东走，就可以到达朱比特工厂。话说那群强盗自从被我解决之后，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人再重新占据这里。说实话，这在特异区算是蛮不寻常的事，因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在之前前两代 Stalker 的游戏里面，强盗是最容易 reset 的。OK， 我看到一大堆潜在的威胁。对，OK， 对，在我看到这么多只的瞬间，其实我已经放弃了。OK， 让我们先把榴弹准备好。Come on！ 好 ，Okay, seriously， 这一次他们就完全不见踪迹。What the fuck？ 我好像看到了，有一大群在那里。OK， 然后这里有一大堆僵尸。希望我没有因此惊动那些僵尸。或许我应该现在把消音器给装上才对。对啊，这应该是个好主意。
OK， 那里面好像还有两只。OK， 我们要进去的建筑物在，就是这边这一栋。然后文件在那边那里。好吧，先让我们找找看这个工业管理部门。我们要怎么进去啊？我猜是从这里。OK， 现在安静的可怕。OK， 吓我一跳。Nice， 藏匿物。OK， 基础缝纫工具包，燃料炉倒就不必要了。对，我已经有一个了。OK， 我们到底要怎么进去？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入口，难不成是要从这上面？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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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感觉可行。哦 ，OK， 我切换武器的声音被他们听到了，他们会不会太敏感了一点？OK， 他们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OK， 这里看起来像是对中间这个建筑。我们不能从这里穿过去吗？看起来好像不能。算了，那就让我们先。OK， 吓我一跳。那就让我们先拿这份文件好了。OK， 这里有没有什么藏匿物之类的？哇！哦，对对对 ，Nice！ 这看起来像是保险柜，但是没有办法打开。这里视野还不错。先让我们 check 这层楼好了。哦、oh, ，nice， 有地图。OK， 看不太出来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哦、oh,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在四号这栋建筑里面。对。OK， 这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吗？没错，好吧，还真是轻松。OK， 为什么会有枪声？OK， 他们听起来不太友善，你知道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You shouldn't have come here, Stalker. Now you will be worm food. 雇佣兵。OK，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该闪人了。OK， 与其往下，不如往上，找一个制高点。No， 这里是死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Come on! Fuck! 啊！
OK， 从他们开枪的位置判断，他们好像还没有找到我。好。OK， 难得遇到一个枪法比我差的人。OK， 他真的有点烦，他一直在往下。OK， 说实在的，我现在搞不懂他们到底人在哪里。OK， 骷髅，我非常确定这家伙不是我干掉的。OK， 在下面吗？OK， 我就跟你说过，我完全不信任我丢手榴弹的能力。OK， 这个是僵尸。但是这个是佣兵。啊，
啊。不是很确定为什么这些佣兵想要宰了我。好吧，他是最后一个吗？我总觉得不是。不过很有可能，这些异变怪物帮了我一个大忙。谁啊？我目前发现佣兵的尸体只有三具。哦，没有，四个。杜普莱特。AKS-74U。OK， 不需要，对。好吧，四个佣兵。你是第五个吗？布莱克，对，第五个。布莱克的 PTA， 在众多讯息里有一条很引人注目，发送者叫做豺狼。讯息内容是：我和我在研究所的人会推荐你负责这次行动，他会雇佣你们看守那个碉堡。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差事。记住，客户不希望任何有关 X 计划的讯息被科学家们拿到手，否则我们将无法离开特异区。不要让我失望，布莱克。啊 ，OK。难怪我就觉得他们的名字有点眼熟。对啊，尤其是我第一个干掉的那个家伙，他叫做骷髅。我就记得我好像之前曾经见过的啊，原来是在科学家的碉堡里面，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我在这里。好吧，不过说实在的有点失望，这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我从头到尾就只有干掉一个人还两个人吧，其他的人全部都被一片怪物杀掉了。OK， 那再来，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在朱比特工业区管理部门的地下通道。不过说实在的，在找到地下通道之前，难道我们不应该先想办法去调查这个直升机坠毁的地点吗？感觉这样好像比较合理一点。不过也真亏那群佣兵居然敢就这样追我，追到对，他们居然敢追我，追到朱比特。OK， 我们离直升机越来越近了，但是
OK， 话说我们的制服需要维修吗？应该还好。94跟96。我在猜，我们应该是真的要从上面那个天桥走过去。OK， 这里居然莫名其妙有一个长颈鹿啊！莫辛纳干巨短版本的状况全新。谢啦。不过说实话，我更想要找到 DM 啊。我相信你们也听反了。OK， 先 check 一下，对，我们没有走错，必须先到这一栋的最高层，然后再从天桥走出去。OK， 是这里吗？这里看起来挺阴森的。OK， 没错，天桥是这里。但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上。好 ，Nice， 又一个长颈鹿。一包过期的食物，然后还有几条缆绳。好吧，让我们试着穿过去。OK， 这里有什么吗？哦，有一份文件。OK，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吗？任务更新。啊，来看一下。
好吧，不是很确定这到底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通往 Pripyat 的路。OK， 应该还好。好吧，这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我一直在疯狂的历史期。OK， 让我们先往上看看。Nice， 一个俄罗斯花花公子，一本私人日记，还有中口径、大口径步枪修理包 ，OK， 而且还是最高级的那一种。如果我们现在找到一把损坏的 DMR， 那就刚好再好不过了。OK， 等一下，这边还真的有路可以通上来。我刚刚不晓得在眼馋什么，完全没有注意到。对啊，我们现在又回到最中间这栋建筑。OK， 再来的问题就是……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没有仔细看，对，所以我们刚刚在这栋管理部门里面发现的文件提到另外一个文件，然后另外这个文件我们可以在工业区的产品撤离通道相关资料可以在实验部门找到。Seriously， 所以我们要回到实验部门。就在这里，为什么我刚刚没有看到？我漏掉啊 ，OK， 对，完全眼馋。Nice， 任务更新。不要跟我说他又再次指向另外一份文件。OK， 是的，对，他又再次指向了另外一份需要找到的文件。根据工厂实验室找到的笔记推断，产品撤离是由递送部门负责，所以你也需要对这里调查一遍。OK。
我现在开始觉得有点烦了。我们现在身上到底带了多重的东西？还蛮重的，91.9。如果这时候再爆发一场电子风暴，我可能会受不了。OK， 我们要怎么过去？好，这里好像有点毒气，也许也会有一点神气。先看一下我们的衣服。Okay， 还是93跟96。哈哈，找到了！拜托跟我说这是最后一个。OK， 地送部门有运送中毁损物品的资料，譬如像是62号项目，根据记录是由维修工厂负责修理运送过程中损坏的物品，你应该去查查这个地方。好吧。来看一下刚刚找到的交货计划，62号项目交付计划，7月14日20件损坏1件，7月21日32件损坏2件，7月28日26件损坏1件，在运输途中造成的损失报告发送至工厂行政部门，然后还有一份复印的文件发送到维修厂。好吧，这62号项目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从头开始看好了。首先，这个命令文件提到，朱比特工厂生产组件必须转移到地下实验室。该件事情已经在实验部门讨论过了。然后，这个行政文件是中央实验室下达指示，中央实验室下达指令，将有关62号项目的技术文件送往测试场。然后笔记本残片，会议上做出以下决定：运输部门将集中精力撤离62号项目的生产组件。OK， 没有一个提到62号项目到底是什么。OK， 我又听到了一些枪声。OK， 对，虽然我很想现在就喊卡开始达到恢复，毕竟我们现在身上的负重也差不多快要爆表了。不过说实话，对，我想先稍微往前一探究竟，看看我们再来要面对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非常确定，肯定不是什么太好对付的。OK， 一大堆僵尸。僵尸的话倒还好。我比较害怕的是吸血怪，或是巨型地狱犬，或是更糟，奇美拉，对。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OK， 再来，我们要……哦哦，OK， 对，又是吵闹鬼，这真的很讨厌。OK， 这又是什么？OK， 看来吵闹鬼好像在我的正后方，因为他的再立场直接让我生命值归零。然后我现在知道那个脚步声是从哪里来的。好吧，其实没有太糟，对，因为原本有可能会更糟的。那些小矮人其实不算难对付，对。OK， 真的假的？我应该还离他非常远才对啊，为什么他对我的损害这么高？OK，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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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来看一下，对，
我需要 side block， 对，然后还有肾上腺素 ，side block，side block， OK，OK，OK，OK。Oh my god！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瞄准。OK， 干掉一只，干掉一只。他们真的已经算是最好对付了。OK， 不要挡路。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伤害力。OK， 干掉两只，干掉两只。现在最麻烦的应该是那只该死的吵闹鬼。趁他防护罩没了时候。三只，三只。OK， 再来是吵闹鬼。现在我吞了 side block， 应该可以稍微撑久一点，我猜。OK， 我现在是已经没有普通的 AK 弹药了，是不是？貌似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它自动帮我上膛穿甲弹，然后我可能需要稍微保养一下我们的 AK。OK， 用花花公子好了。哦哦，真的好险！僵尸的枪法不怎么样。OK， 现在为了节省弹药，需要暂时用我们的。对，暂时用我们的手枪。现在比较麻烦的，真的就是那个吵闹鬼。我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在哪里，我猜是在这里面，因为我们刚刚靠近那片墙的时候，他的叫声非常非常大。OK， 又来了。啊 ，Seriously。
让我们先 check 这栋建筑。哦，没有，这就是朱比特工业区的其中一个路口。OK， 这里难不成也有吗？先看看我到底可以靠得多近。好。它到底在哪里？可能根本就不止一只哦，我猜。哦，弹药，弹药，弹药 ，Come on， 丢给我。Oh no， 都飞走了。Oh my， 哇哇哇哇！好吧，这里还有吸血怪。Come on， 你给我出来！到底在哪里？他是不是一直把我应该要找的藏匿物通通丢出来啊？Come on，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真的吵死了。